就我家老板姓苏，叫苏耳朵，他的耳朵跟人长得不一样，像这种招风耳一样。招风耳招财呀！哎呀，他这个耳朵特殊。你还喊他老板，他不是你老公吗？是我老公啊。对呀、啊。他老板。老公在家喊，哎呀，在外面嘛，男人嘛要尊严面子，喊他老板，我想话的呀。你在家嘛就随随便便喊的耳朵。啊，出来，他都要你喊他老板。不管嘛，一个家嘛都以男的为主的，我再能干嘛还是要以他为主的，哎对。我讲话的呀，你人你搞那么强势，你把你男的放到哪块呢？我讲话的呀，哎对。中间是。我很累很疲劳，抽抽香烟解解疲劳，很辛苦。就是从开店之后才想。哎，那没得办法，我们以前哪想这么样的？你看我这样嘛，以前嘛肯定也是漂漂亮亮的人了，衣衣裳裳。哎哎。我这个人很低调，那原来是抽粗的，现在抽细的了。高血压，180。老板来了。来，拿一朵玩来啊！那这个就是老板。刚刚那个老板娘说你的耳朵，然后长得比较有福气。哎，对，我这个是特殊，因为我这个这个笨笨啊，就是外行了。就是从小人家都喊我耳朵。喊你什么？耳朵。耳朵。哎，对，所以我的名字起这个名字的。哦。所以我觉得招风耳有福气。对。几个长椅啊？两个长椅，玩两个长椅呢。哎，这是睡觉。这膝盖一个肉丝。不，肉丝。第一碗是雪菜哦。你一天有没有算过买多少碗？几百碗。我看到旁边那个是马上要搬到那边去了。这那边呢，环境要提振了。金龙岭了，刚来了，环境肯定要提振。哦，环境。哎，为什么不就在这儿把它稍微搞一搞，搞好一点呢？那边比这边要稍微大。哦，换大一点的。这个主要是它历史呢，它没有水平。那边正在装修。哎，那边在装修。这边现金哎。老板，把电脑门开开来啊！一年要多少钱？那边一半带房东户啊，一半带房东户。哦哦。现在是大概一种还没弄好。这个投入不少呀。几十万一步到位了。准备什么时候搬过来？准备马上，他没钱开动我就搬过去。他这两天卫生城市大检查，已经连到第三天了，这是新鲜的。我的乖，我要脱衣裳。你后面这个棉袄都不穿了？不穿了。上班，一个小白棉的。好的，拿回来。小白什么？熏鱼面，一个车上一个熏鱼。对呀、啊。好的。38。好的，拿个牌子。64元。来两个餐，一加腰花。一加腰花。来。Yeah.
这是灶台，对，灶台里，对，来一个鳝鱼，用瓦装个大肠和塑料袋都装，15包。哦，好的，合适。站的时间长了累了，喝喝茶，抽抽香烟，休息一分钟，休息5到10分钟，然后人多了再上。那你的金链子是老板给你买的？我过生日他帮我。嗯，还挺会来事的嘛。哎。他搞得年轻人的浪漫呢，我们老了不适应了。没给你送花呀。啊，又来一帮人。这个外都，我们家生意都看出来，都是从外面进来的。十字今年还有咋？好，坐这边嘛，坐这边那个不稳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把那个鱼头，鱼头，鱼头。哎呀，你吃了。鱼头。那个板子砍了多少钱就下面的了，就网球手，网球手就是长期的，就是像长期的干这种工作，长期下面的这样劳累，就天天上会疼的。这个算职业病吧，等于就有时疼的连扣子都扣不起来，然后疼的就下不起来面料，就到那个前面药房买个绷带把它扎起，给他血液不能给他循环，给他固定死了。就这样，你还那怎么办呢？来，顶着过来，来，对，他。